卦可以是所有易经工具里面最灵的一种。可是我们灵看就是少数人会，其他都不会，所以少数人就经常制造很多的乱。所以我们现在是呼吁啊，全民都卜卦，自己卜自己解，没有人骗得了你。其实要卜卦20分钟就会，没有什么难的。卜卦容易，解卦难，解卦是很难的。所以一个卦出来以后，你照10个人来讲，10个人不同的卦，不同的解释。最近我们因为还在新年嘛，所以很多庙就占卜，就很多不同的签。那我请问你，你相信谁？你相信谁？同样一个兔年，你10个人来卜，卜出10个卦来，到底听谁？这是我们应该去想的问题。世界上的事情，说复杂是复杂，说单纯是非常单纯。你看人生离不开3种卦，要么就是从头到尾都是很刚健，这样好不好？答案是不怎么好。我希望各位首先要破除一个观念，说有好卦有坏卦，没有这种事，没有好卦，没有坏卦，就看你怎么走。难道今年流年不利你就不要活了吗？还是要活下去？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完全是坤卦，非常柔和，这个也不怎么好。你看一个男人过分的干想，他的人际关系一定不好。所以我们就说，男人是无毒不丈夫。可是一个女人很柔很柔，我们马上想到最毒妇人心。你们吃，你们吃饭。纯的东西到底好不好？答案真的是很难。女人很柔很柔，最后为了保持那个最后的贞洁，她是比谁都硬，比谁都凶。就是自古以来就是这样，男人再怎么狠再怎么狠，他到了某个地步他狠不起了，所以男人到最后经常都难过美人关，就是这个道理。绝大部分都是有阴有阳，有阴有阳，你猛看过去是什么景象，就看出3个字，这3个字是最高的智慧，叫做差不多。但是被一本书把它毁掉，叫做差不多先生。我每次都想，你如果不懂，你就不要乱写书就好了，你干嘛乱写书？那本来就是差不多嘛，还差到哪里去？易经告诉我们4个字，叫做大致如此。大致如此。我们在讲未来的事情，只讲到大致如此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每个人不一样，同样一个兔年，同样属兔的，他每个人都不一样，他有很多后天的因素在里面。我不相信说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你的命运完全一样，世界上找不到这样的事情。听清楚了，我们永远找不到两个完全相同的人，哪怕是孪生兄弟都不一样。我们找不到两家一模一样的公司，不可能，就对了。所讲的都是大致如此，就是给你自己有自主性，有创造性，你可以走出不一样的路来。大格局是一样的，但是小的事情你要自己调整。所以第一个，大家千万不要相信铁口自断这样的东西。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这样，叫做一对没有绝对的，如果怎么样他就会怎么样，如果怎么样他就会怎么样。我等等把卦卜完以后宣出来，你说就是这样，那你就没有变，就一直照着，那你是最佳的配合者。我们不希望这样。
果你稍微调整，结果就一定不一样。如果你完全不调整，就表示我很准。所以很坦白讲，我们替人家算命是希望算不准的，不希望算准。算准的是什么意思？我有一个长辈，你看他年纪多大了，他一生的阅历，他那个八字算得真灵，可是他的作风我也介绍一下，非常值得敬佩。年纪大了去，他说你年纪这么大了，你还不知道你的命运吗？还要我算吗？你说存心想考我呢？不算，他不算了。年纪轻的，你这么年轻，你就相信命运？你要相信你自己才对呀、啊，不算，那不算了。我是佩服他，你不要算了，算个什么？一个人啊，你当你有疑惑，你自己能解决，你就照你自己去做嘛。一个人你有疑惑、犹疑不定，想来想去，都没有办法做一个选择，就去算。但是我们去算命是希望他算不准，而不希望他算准。这句话比较难解释。他说我算得很准，因为我是根据命盘算的，我算得很准就表示他根本没有创造力，他就按照这个命盘走，那就是大众人，就是芸芸众生。你看凡是有创造力的大概就不会招病去走。这样各位才知道为什么在社会上比较职位高的人，你都不知道他的八字是什么，你都不知道。我讲得很清楚，那是老天保护他，不让他被人家算准。算准以后，他很多事情就没法做。人有几种，一种叫做先天而天不违，我说了就算数，老天明明不是这样，他会配合我来调整。这种人才是真正我们要修的。我再说清楚一点，人生为什么要修，就是把自己的能量修大，修到最后你说了算，老天都听你的。这种人就叫心想事成，所以心想事成是少数人做得到的，他能量很大，他说了算，老天都在配合他，不得了。那有一种人不是，有一种人是专门听人家的。你如果天天的还算是很好，那是中人，绝对是中人，因为你能够直接去体悟到天。天代表什么？代表有看不见的一面。我想我们有必要把这五个字写一下，因为这是关键。当中国人讲天的时候，它是包括地在内；当中国人讲男的时候，它是包括女在内，我们没有分开。你看我们马上清明节到了，我们要去扫墓，墓里面都有一个叫什么？叫做厚土，还有黄天。当你看到厚土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想到一定有黄天。你说没有？你们天上没有挂。所以如果看到厚土，只想到厚土，这个人太偏。从现在开始，当听到天的时候，马上要想到地；当听到地的时候，马上要想到天。人在中间，天地它是不会说话也没有动作的，所以人必须要去什么？仰观天象。人一定要仰观天象，因为天只会用星象来告诉你我马上会有什么变化，你一定要仰观天象。大家去看所有动物，只有人有这个本事可以仰观天象，动物没有这个本事可以仰观天象。你看那鱼眼睛一朝天就死了，动物只要眼睛一朝上看就要杀死了。
天地之间只有人有这个本事可以抬头去看天象。我一再说现在人抬头抬得不够高，只看到长官的脸色，没有看到天上气象，没有。你要抬高一点去看啊，如果长官的脸色跟天空的气象是一致的，你要听他的。如果长官的脸色跟天上的气象不相同，你不要听他，但是不能讲，讲上一句话不能讲，讲就死路一条，听也死路一条。我听啊，不做，这中文天大的文理就这样。没有停，没有停，心里想到时候你就知道。这是什么鬼鬼祟祟？这凭什么这天人而异嘛？什么鬼鬼祟祟？我们在天底下一定要猜测天意，但是天意是难测的。所以人观天象以后，如果他猜天意猜对了，他就变神。哇，这个人真神啊！中国的神就是你知道天的意思就叫神了，猜错了猜错就叫鬼呀、啊！你搞什么鬼乱？什么鬼？就是猜错而已，马上就变鬼了，这还弄不了解了。天地人鬼神，包括看得见的部分，还有看不见的部分。我们要了解到，当你看一个社会，你不能光看数据。所以最近有很多经济学家，他就看这样看那样，其实都不太对。我今天先提出几个要点。第一个，当前的问题没有办法用科学来解决，但是我们现在是用科学要来解决当前的问题，明白？因为我们把科学这个字是彻底搞错了。 Science不是科学， Science 是学问，不是科学。可是我们一旦把它变成科学以后，这个人是谁翻的？严复翻的。我们都知道严复是不懂英语的，但是他在翻译很奇怪、Science 如果是学问，它就包罗万象；如果是科学，就糟糕。我请问你，社会是科学吗？你们现在我们不说社会科学，不高兴。什么社会是科学？人文科学那更可笑。什么人文科学？好，音乐是科学，那这个艺术、体育是科学，那怎么办？学问，体育是学问，艺术是学问，但是它不是科学。但是它既然样方，我们也觉得它是很巧妙的。就是说告诉你，这是分科的学问，不是全部的学问，你这样就对，安分一点。我搞物理，我只懂物理，其他我不懂。我搞天文，我只懂天文，其他我不懂。你不要认为我是科学家，我什么都可以懂，没有这回事。这是当前人最大的问题。我们很重视科学，但是还有很多的事情是科学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千万要记住，那是属于我们跟天地之间灵的感应的问题，科学是无法解决的。台湾在科学来讲，它是第一批气候的难民，因为我们海水上升，陆地下降，速度非常快。那请问大家要不要回去好好看，赶快跑，跑到哪里？以前说跑到澳洲，现在一看澳洲糟糕，比我们还先淹大水。所以很多人移民以后倾家荡产，将来他沉下去还要游泳回台湾。其实我们很简单，他的地的活动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，它是有高原地的，低的地方突然间高起来，高起来突然间沉下去，这才麻烦。所以很多人一直很关心2012台湾会不会跟世界一样的说是人类的末日。我是很大胆的讲，是不可能的事情。那他如果问我为什么不可能，我的答案各位做参考。
因为台湾有一个东西在叫做道，台湾只要无道，我们就照科学走，就沉沦了。台湾只要有道，那你放心，他到时候该沉的时候他就起来，那起来就够了，还要怎么样？我讲一句话很简单，人要做事千辛万苦，老天要做事轻松愉快，一路给你丢回来，对不对？台湾现在给丢回去，看到没有？台湾未来是看大家上不上道，上不上道？不上道，你有多少钱都没有用。好像这次我们从看得见的部分，你可以看到台湾景气回升，钱多了。但是是不是我们本身经济起来绝对不是？是什么？是我们很多台商本来把钱都在外面在滚钱，现在滚不动，有金融风滚不动，然后拿几块回来，他就开始买房子，搞得你高得不得了。你不要去看那个假象。我去高雄的时候，高雄的骂不要命，那房子就是涨不起来，这算什么政府？然后我回到台北的骂的要死，房子涨这么高，这算什么政府？你们政府怎么做？我们政府怎么做？你这样就知道没有办法怎么做。房价低他也骂你，房价高他也骂你，那到底怎么样？所以我们当推测未来的时候，千万记住阴阳两边都要照顾到，没有办法完全按数据，完全按我们看得见的现象来分析，没有。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叫做十二消息卦，就是一年有十二个月，实际上啊，我们子时就是复卦，官卦是八月，但是卯呢，它是在大转卦。如果大家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你就知道兔年它是走大转卦做基础，其他你怎么铺，你要根据这个来反射过去去解释，就八九不离十。你看这里有四个阳，一个阳在天，三个水阳。我刚才已经讲过了，阳多也不好，阴多也不好，因为阴阳失调这个问题就很多，最好是阴阳要调和，但是阴阳调和是绝对做不到的，因为刚刚调和他又不调和，刚刚调和他又不调和，这样医生才有事情可以做嘛。你大家说阴阳调和那都关了吗？没事做。对啊，医生越来越多，就是因为人他是调了又不调，调了又不调，永远在变动的，这是他的生意。所以人千万记住，随时要注意调整自己。我们一直认为现在是大自然在反复，就是很冤枉的。大自然从来不反复，它只是在那里调整，现在调整得很吃力，你们就说我反复了，那我怎么办？老天不会反复的，老天有善好生之德了，不会反复，是被人类搞得他一点办法没有，给穿腿了，这样认识就对了。大篆卦是易经的三十四卦，它的象是雷在天上，看易经先看象，你看这个明明是阳多阴少，而且下面都是阳，上面都是阴。你看看我们现实面，你看我们从老百姓开始，一个比一个强悍。台湾最软弱的就是这一家，就是马总统，能修学。然后国之大佬能修学，其他都是整天在骂人，是不是？那本来就这样子。
我想这是我们从相里面可以看出来，现在的现象本来就是这个样子。照理说应该是二爻跟五爻要相对，因为这个如果代表一般的老百姓，这个就代表执政的团体，这两个要对应对应起来。现在最弱的就是五跟上，这两团是最弱的。四阳盛长，这个字念长，你看四阳很盛很长，现在根本没办法做事情，我脸没办法做事情，没办法。我是非常同情这个公务人员，你看部长换的，我们连就那么几个部长，我们没一个认识，名字都忘掉。以前在台湾当部长还得了，最起码名字老百姓知道，你现在去访问老百姓，交通部长是谁？不好猜，他根本就啊你换来换去换多几个，我哪猜？事实，我们这几年是部长折损率最高的，因为他没办法做，我领他怎么做？下面都这么厉害，他怎么做？以前我们在很早的时候，大家都是国民党，你怎么骂也是国民党。现在不是，你不知道他是什么党，他不知道他是什么党，谁都不敢做事情。你没有发现，现在一开口就说我是没有党的，就表示他有党。没有党，你讲干什么呢？这台湾以前搞成这个样子，所以我为什么今年能保平安，就是谁也没办法做事，谁也不敢做事。你敢做了才怪，嘴巴不讲做做做，没有人敢做。一动就有问题，那怎么办？立政治无邪。我相信这种话说出来，很多人被人接受，因为当张道大断卦的时候，他是立君子不立小人。哦，那这句话，如果你管是看立君子不立小人，你会不动一动，因为你觉得这是算什么东西？但如果我说明一下，大家就觉得这个麻烦了。就是今年日子过得好的人都是君子，过得不好的人通通是小人。哦，我们的改革本来就这样，本来就是这样。你看以前好久没有下雨了，谁就坐不住了，皇帝就坐不住了，皇上就坐不住了。我就当这些有问题，你看怎么那么久没有下雨，然后他就要斋戒，要沐浴，要去求雨，前天晚上都睡不着啊，因为一求没有雨，大家知道他德行不够，这非常麻烦的事，不要小看这个事情。所以以前谁敢不成，谁敢不见，因为那是一方面不免的事。你当皇帝，你去求雨，最后没有雨，你什么都不要讲，你平常讲的都不算数。这个卦告诉你，立君子不立小人，因为他立政治无邪的。其实现在很简单，下面那么厉害，上面动辄得咎，你只有什么？只有乖乖按照法律规定去做，其他你不敢动，就这么回事。卦名叫大壮，听起来很可喜，实际上爻辞是多凶的。我想这易经了不起用的啊，很多人一听到大过卦，怕的要命，大过卦才是好卦。有人听到这个无妄卦，哦，怕的要命，其实错了，无妄是好卦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真的懂易经，你要知道卦名越好的底下越危险，卦名听起来又可怕的，其实底下越好过日子。你看不到太卦，你就很麻烦，因为下面就是皮。皮皮皮带来。成功才是失败的母亲，并不是说失败是成功的母亲，不是。可是我们都说成功，都说失败是成功的母亲，为什么？是激励大家的话，不是真的。易经告诉我们，太马上就是皮。但是我们都不讲太极皮来，我们都讲皮极太来。
这是安慰大家、激励大家的话，不是真的现象。人一成功，你知道，下面就是失败。我今天讲给你听说吧，当你庆功宴的时候，你就得罪了很多人。所以我曾经点名某些企业，你不要跟我排场，搞那么大的乌鸦，尤其不要在电视上弄，因为很多人看了以后就气上，他就开始揍你。中国人别的不会，揍是对的，就找事，就掉吧，然后他就完了，不是家里死这个就是死那个，很清楚。你赚的钱，你要知道，你这个钱不是你一个人赚的，大家的，是所有的人直接间接帮你的，你给爹妈爱给赚出来一样，这样就可以。你除了公司的员工以外，你要把那些钱省下来，来台湾现在有太多人连自食都过不了，你要真正去帮助他，这样就叫做什么？这样才叫做正直无邪。你看我们目前是一天看好，但是他提醒你小心非礼勿立，你就是不合理的事，你只要不合理事你不要去做， 你做今天一定倒霉。现在你从各方面数字来看都是一片大好，就会使得很多人跃跃欲试，就很多人准备股票要分散换点了。可是你从长期看起来你会知道，我们都是历经的民族，当我们看到股票接近万点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赶快卖，没有人会这个时候都没有卖了，它跌下来我再买，只要大家一起想卖的时候它股票跌，就非常简单。因此我们要防患于未然，因为每60年就有5只兔子，所以千万不要说属兔的都一样，它有金木水火土5只不同的兔子，各位很容易算了，一个甲子60年，每12年出现1只兔子，60除以12就是5，所以同样属龙，它有金龙、有水龙、有土龙、有木龙，都不同的。今年这只兔子是木兔。木兔不是木头兔，不是兔。这很多人对五行呢是解释错的，五行不是5种性质，不是，因为宇宙之间只有2种东西叫阴阳，阴阳阴阳没有。五行是什么？五行是5种行动的方向。你看水就是告诉你你是向下，你方向是向下流。所以你如果是水龙的话，你要知道你的功底要扎根。一定要长根，你不要往上冲。如果你是火龙的话，你的方向就是往上冲。你是金龙呢，你是收敛。木呢，木是往上。你看木头，它就是枝叶什么到处都去窜。大家会发现，台湾现在就是细爽，这就叫细爽。所以真正讲起来，我们还要看另外一个话，跟台湾兔年很有关系。你看这个卦，它有3个阴3个阳，看起来是比较漂亮，可是上面是风，下面是水，它是化的卦。水本来是很临急的，很临急。台湾的老百姓本来是很淳朴，很临急。可是这十几年来被上面这个风啊吹来吹去，吹到这个水开始散掉。